没改，我已经爱上他，真实的表达，他喝的奇怪药水中的魔法，街上溜溜达达，还是不想回家，一个人看着电影对比有着爆米花。哦，每分每秒都想和你通电话，飞到巴黎铁塔，下次再喝奶咖。有可能。熊哥怎么打得这么嗨呀、啊？嗨！不要再偷拍！等一下是互拍是不是？对。我们今天到屏东万峦的碧顶山来进行走走，这边的人很多，感觉还不错。早安，早安，一来就上桌了。贝贝早安，早。为什么土气有烟？天气很闷，地顶上感觉比北大我新登山口到旧山的口还硬。训了训了训了！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熊哥，今天为什么要爬地顶上？你说要爬的、啊，你不是要爬的吧？你是为了吃猪脚吧？对啊、哦，当时没有吃到猪脚。对啊，每天都很想念着自己，所以今天爬地顶山就是要吃猪脚。对，哇，今天非假日也是人很多呢。对，嗯。你好。哇，大哥你也是赤脚，大姐早安。小妹呀，大姐。啊，小妹早安。大哥早。熊哥，这边人好多哦。嗯，原来就是公交人员。这边也有很多小站可以选。不要，这是下哪里？这是下那个三号出口。嗯，所以你们都是先走立顶，然后再走真立。真立，然后在前面你朝到水月村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台北来的。哦，所以说你们回来还是走三号下去？我们回来不是，我们走真立下，下真立下到梁山瀑布那边去。大哥加油！加油！哈哈哈！五岳山，然后再回来到真立，然后下梁山。哦，如果天气好，可以看到整个高平。是，救命！大师，大师，救命！靠近一点，好了，靠近一点，看，救命！救命！今天要救命一下，今天要满足熊哥要吃猪脚的欲望，所以今天到立顶山，要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要吃猪脚喽，立顶山，五百耶！150啊？嗯，150啊？留一下全哥在那边。哦，没有要走，看看而已。好可怕，多少钱？好可怕。来，这个就是山川琉璃吊桥，可以看到琉璃吗？
在这里等你。我到哪了？还好，这就假了，这就假了。好。可以出去了。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有点撑不下去了。糟糕，点太多了，吃不完。把上次那个没到我没有吃的分一次吃回来了。知道两件事。三、二、一。我把哒哒，不想回家。可是到底左手还是右手啊？这样子玩是左手啊。哦，是是。我把哒哒，不想回家。哎，你这边方向跟我不一样。你刚才不是说左边？左边啊。好，先统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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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先看荧幕，统一，看荧幕，统一，看荧幕。Oh my god 嘛，哈。Oh my god， 我已经爱上他。魔法呀。魔法。魔法。魔法。然后哒哒，还是不想。好的，我都习惯右边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改一下。要不然就从右边了。就是不想，还是不想回。要不然就从这边嘛，回家这嘛。然后就是爆米花，然后就这边了。妹妹的妹妹通电话，然后到飞到班，然后。Oh my god， 我已经爱上他，真是特别大，他喝了几罐药水中了魔法，街上溜溜达达，还是不想回家，一个人看着电影，嘴里嚼着爆米花。Oh， 每分每秒都想和你通电话，飞到巴黎铁塔，下次带他喝奶咖。OK， 哦哦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。